我希望大家就是看，至少说修完这堂课之后呢，能够在看表演的时候对，对表演里面出现的东西、一些设计的概念有多一点的想法，这样不要看完之后就只是觉得说好看或不好看。对，那我们先来给同学们就是看一个文章，看一篇文章，就是看戏的时候呢，其实很忌讳的是一些地雷。好，那上课 就请同学们可以把手机收起来了。对，好，嗯。好，这是一个剧场人写的一个文章，就是他在讲大家在看戏的时候呢，最不应该问的三个问题，就三个地雷问题，就是请问这个作品的意义是什么？三个阻止你跟剧场谈恋爱的禁忌问题。那我希望大家就是去看戏的时候呢，可以稍微有这样子的一点的概念，这样子。好，嗯，那他就说。第一段他只是说农历年之后那个 TIFA 台湾国际剧场艺术节非常多，所以这是一个剧场界的盛事。那对于爱看戏的人来讲，住在台湾其实很幸福，因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戏。那现在但是为了就是究竟怎么样，你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看一个剧场的表演呢？那有几个问题希望是大家可以不要问的。就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请问这个作品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常常在一些看一些影片的试片会啊，电影的试片会，或者是那个剧场的演后座谈里面呢，最常听到就是很多很假掰的人，大家就会起来开始问一些问题，就说我觉得请问这个问题里面，这个作品里面呢，它出现了那一个胡萝卜，那是不是有代表了一些象征的符码？然后或者是这是一些什么意义？这样子，大家就很爱问这种问题。那其实呢，这个作者他比喻了一下，他说其实不一定每一个事情都要有一个意义或是问题。例如说，就像你妈有一天炒了一道菜，就是芹菜炒花枝，然后呢，你会问你妈说，请问你今天炒这道菜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请问是因为它的白绿的配色，还是因为它的口感的对比呢？这样子，对，那其实大家不一定会，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去追根究底，一个意义，你才能去吃到它的滋味。这样，好吃或不好吃，其实你吃了就知道。那其实他这个作者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台湾人从小受教育的一个迷思，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很会考试，很多考试，所以呢，每个东西都觉得一定要有个答案，一个明确的东西为让你知道答案，这样子。所以呢，导致我们在看什么戏或者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这一定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个意义是什么，而且感觉那个答案只能有一样，这样子。那所以呢，其实请大家看戏的时候呢，就是可以不一定，首先就是不一定要追根究底，一定要知道说我现在看这部戏里面出现了什么东西是什么意义，出现了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意义，这样子。好，那第二个问题是呢，第二个问题请大家不要问的问题，就是要问别人说，请问这出戏好哭吗？好笑吗？对，那这个也是一个台湾人在看戏的时候的一个迷思，就是大家去看戏之前啊，或看电影之前呢，都很担心看到地雷，所以呢，大家都要问别人说，哎，那出戏那个电影好不好看，好不好看？这个问人家好不好看就算了，但是重点是大家还会问人家说那个好不好笑啊，或者那个会不会很感人，这样子。对，那其实呢，作者会觉得说这样有点可惜，就是这个就是大家有一个迷思，就是现在我们在看很多影片都觉得一定要梗要好笑，然后要有啊，或者是要很傻很感人，很让人家很哭，这样子才是一个好电影，所谓的好电影，这样子。那也表示大家可能生活非常的压抑，所以需要这样子的集体心理治疗。那但是呢，这个作者说，他说他其实并不是说好哭好笑的戏都不值得看，但是如果只是把这些瞬间的情绪当作看戏的唯一的指标，就是好不好笑跟好不好哭的指标，这样子其实就少了一些你看戏的乐趣了。那除了好笑跟好哭之外呢，一出戏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东西，它你可以去体会，或者是你看更多戏，其实是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强烈的感情的，这样子。那其实去看戏的话，就可以体会一下，除了这个好笑跟好哭之外，其他的意义，这样子。那第三个迷思就是，你看完一个戏之后，很多人就会说啊，那都安安啊，就是怎么没有这样演，这样子。对，就是就跟台湾人喜欢客诉的心理有关系。就大家去餐厅的时候，如果服务不周的时候，大家想要客诉。那例如说，曾经有一个歌剧魅影去年来台湾演的时候，有一场那个吊灯，每一场水晶吊灯都会掉下来，可是那一场故障了，那个水晶吊灯就没掉下来。所以呢，就有观众竟然就去退票，他觉得没有掉下来，我就是不划算，就是怎么没有这样演？那个水晶吊灯应该掉下来，这样子。那其实他就是这个作者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去看戏呢，看剧场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没有一场永远是一样的，绝对世界上绝对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演出，因为即使一个演员他每天讲一样的台词，他每天的呼吸不一样，
他每天跟观众跟他的交流不一样，他每天的情绪不一样，每天整个剧场的气场不一样，所以世界上绝对没有一模一样的两场演出。那所以这因为独特，所以例如说他就说你可以转变一下心态，如果你看到的是吊灯没有掉下来演出，你可以想说啊，今天好难得哦，我竟然看到一场演出是吊灯没有掉下来的歌剧魅影这样子。这个就是剧场它比较独特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看剧场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看的都是里面出彩，就例如说你看到抓到演员在上面这样噗嗤让自己偷笑这样子笑出来，这个都是很人性的地方。因为电影怎么演每一场都是一样的，可是剧场绝对不可能一样，那这也是剧场里面最有趣的地方这样子。那所以呢，大家在看戏的时候呢，也许可以先跳脱这几个迷思这样子。那待会呢，我想让同学们就是用看戏看那个，待会我要放给大家 DVD 的时候呢，请大家就是把笔记也准备在旁边，我们用一个稍微假装是自己是一个专业的剧评人的这种角度来看戏这样子。那通常在剧场里面会看到有些人看戏的时候，他身上会带着一个笔记本这样子。那如果例如说，因为戏很长，有时候都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那如果看完之后再来写心得的话，通常常常会忘记里面的细节，所以那些带着那个笔记本的剧评人呢，他们就是看到，例如说这个地方印象很深刻，或者是这个地方超烂这样子，那他就会马上在笔记本上用一个自己看得懂的方法做个小笔记这样子。那等到全部戏看完之后呢，他再把它整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论述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要看戏，我想有几个角度可以切入这样子。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希望大家是带着那个 open mind， 就是打开的心胸，就是整个带着一个没有预设任何立场的一个心情去看戏。就是我们绝对不要因为一开始看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演员长得好丑，因为他脸上有一个痣很难看，我不喜欢他。对，然后就预设这个演员你是不喜欢的。那这样子其实就是关起来你对他的说这个演员所有的表现的任何的一些可能性。那也许他可能搞不好是一个让你非常惊奇，就是演完之后你觉得他演得超棒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大家看戏之前呢，都能够带着一个比较开放的没有预设立场的一个心态进去走进剧场，那这样子你才会常常得到一些惊喜。即使是难看，任何好看的戏都一定会有缺点，任何再难看的戏都会有它值得看的优点。那所以呢，其实不管是好看难看的，大家都能够去就带着一个比较开放的心去看，这个是很重要的。或者是你在走进去之前你就知道说哦，因为这个是京剧，我就觉得这出戏一定很无聊，可是其实有的京剧超精彩的，真的我看过一些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京剧。不一定它，因为它是传统戏曲呢，它就是会非常无聊。那或者是大家看戏之前都会想说好烦哎，老师干嘛一定要这学期干嘛一定要看你演出啊，烦的累死了，忙超忙的，要花钱这样。那这样子很可惜，你去看戏的时候呢，反正既然都要看了嘛，那你不如不要带着这些所有预设的想法跟情感进去剧场看戏。真的很多同学看完剧场之后呢，都觉得说这种现场的表演真的是很有一种。很有魅力，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惊奇这样子。好，那首先就是带着一个很开放的心胸走进剧场，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呢，就是看开演之前呢，我觉得一个演出开演之前，他就能够看出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它的一个设计，例如说它的前台啊、入场啊、舞台、声音等等，在开演之前可以看的东西已经很多了。那例如说我看过一个戏，他是演的是一个跟那个旅馆有关系的戏，然后里面的那个前台收票人员他们就打扮成旅馆的人员，然后他跟观众收票的时候他就说请问就是麻烦给我你的房卡这样子，那个房卡就是他的票。那所以呢，前台人员他已经把设计成就是让你从一进场的时候就好像是进入一个旅馆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前台他开始去让你走进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开始的设计这样子。那入场啊，那通常入场我都很喜欢，一进去的时候呢，现在很多的剧场的表演入场的时候舞台上面都已经有人在那边走来走去的，例如说有演员已经在那边走动，然后虽然他还没有表演，可是或者是已经有一些音乐，或者是舞台上有一些东西的动静这样子。那我看过一个演出啊，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导演，就是爱因斯坦，在海滩上的爱因斯坦 Robert Wilson 的一个剧作这样子。
那那个作品呢，我一进去的时候呢，就有一群的那个像唱歌合唱团的人，他就已经在那个舞台的旁边，然后躲在舞台旁边这样子。然后他在开演之前呢，这些合唱团人他们就一直发出声音，例如说 one two two two， 就是你虽然它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你就觉得已经有一个气氛在了这样子。然后所以呢，这个开演之前呢，我很喜欢观察舞台上面发生事情，那也可以趁机看一下舞台设计。如果说那个布幕还没有降下来的话，你会顺便看舞台设计，然后看一下整体剧场的气氛是怎么样这样子。那例如说有的时候他们会放一些音乐啊，或者是音效设计这样子。那我之前去看那个鱼蹦星夜演出的时候呢，在开场之前他们就一直放自己的，拼命放自己的那个主题曲，所以就超欢乐，一直在那边鱼蹦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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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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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那我们就觉得超洗脑这样子，然后可是就真的会被他带出一种欢乐的气氛来。如果像鱼蹦星夜演出呢，如果开始的时候他放的是那种很悲伤的歌曲的话，其实大家待会也会看不下去。所以呢，开演之前我觉得就可以观察了。那接下来就是看开场的时候，舞台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舞台剧跟电影一样，开场的时候你差不多就是会知道说这个导演他的一个风格是怎么样。开场我觉得都是导演会很重视的地方。当然也有一些相反，就是例如说开场很难看，例如说整个像我上次在看那个巴勒摩的时候，一开场就是超琐碎的，就觉得很无聊，可是越看越好看，也是有这样的情形的。那可是大部分很多电影啊或剧场呢，他在开场的时候就是一个导演他去想办法想要制造出那个悬疑性，让观众有兴趣继续看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开场跟结尾都是一个导演的功力的展现这样。那接下来看剧场表演，当然就是看演员的表演啊。那演员的表演呢，就会看到说演员他们同学们可能没有办法分析说他们是一个比较写实路线的，大家不用分析到这么仔细。但是我觉得呢，看演员表演真的就是看自己每个人的主观的感觉，觉得这个演员真不真心这样子。那我觉得他很真诚的表演就是好看。那有的演员呢，他可能就是你可以去想一想说，为什么会觉得我比较喜欢这个演员的表演，但有时候不喜欢，那是因为他的感情不真实吗？或者是他的哪一个地方让你觉得是不真实，或者是哪个地方他打动了你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看演员表演的时候呢，我还是看自己的喜好这样子。对，那例如说看那个舞台设计，那接下来就看舞台设计。那舞台设计我觉得是一个在制造那个剧场的幻象这个氛围的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待会大家要看那个剧呢，就是行车记录呢，它里面舞台设计就还蛮有趣，就是很特别这样。对，那你去看一下它舞台设计怎么让一个舞台呢，在几秒钟之内就从厨房变成在公园里面，它是怎么样去让这个场景呢，透过一些小小的设计，然后让它可以马上转换地点，马上转换那个空间的氛围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舞台设计也是一个我蛮喜欢看的点。那再来就是看多媒体的影像，现在很多的表演都有很多那种多媒体的那种视觉啊影像在搭配，可是我觉得多媒体这种东西呢其实也很危险，因为它有可能会吃掉演员上舞台上面的表演这样子。那当然它有可能是怎么样多媒体才能够帮助舞台上的表演更好看，那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说就是大家的小每一个团的那个做法都不同。那然后当然也要看，重点就是要看导演的手法。那导演的手法简单来讲就是看他说故事的技巧，就是导演手法就是看这个人会不会说故事，这个导演他是怎么样去说这个故事，他怎么样安排每一场第一幕跟第二幕之间的上下场，你可以用灯暗灯亮，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去换场。对，那这个是最没有技巧的方法，而且是一个最粗糙的方法了。简单来说，就是你第一幕结束之后，好灯暗，然后幕叫下来，然后换第二幕灯亮，然后幕又升起来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最没有处理的方法。可是一个导演他如果一个好的导演呢，他要让一个故事进行的非常的流畅呢，他可以让第一幕、第二幕之间转接的非常的顺畅。他用什么方法来让演员上下场，这个很重要。然后看他的导演手法怎么处理每一幕之间的关系这样子，然后怎么处理演员的表演。好，然后重点也是要听音效与配乐啊，就是音乐音效跟配乐就是一个剧场里面它制造一个听觉的氛围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之一。
然后就是看故事结构，看故事结构，看这个导演呢他怎么样，看这个编剧他怎么样去形塑一个角色的性格，因为故事结构很多都是看这个编剧他怎么样去写对话嘛。然后一个剧本里面呢，一个角色都是用对话去撑起来他的个性，所以对话写得好不好真的很重要。你会看有些剧呢，有些台湾很多小剧场，这个舞台腔超重的这样子，就是平常我们明明讲话平常都是这样子讲话，可是他一上舞台的时候就会武艺腔，就会非常非常武艺腔，就说我觉得呢，我今天感到一种心中一种不快意，那什么的，就是我们平常讲话根本不会这样讲，可是那他到舞台上面呢，那个编剧的对话就设计得非常不生活这样子。好，那所以是看故事，然后最后一点最重要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对，那我觉得看所有的剧场表演呢，到最后都是看你自己他有没有打动到你的心里的哪一点，因为每个人的那个生命历程都很不一样，大家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是一样的，所以你在看这个剧场表演的时候呢，看每一个表演的时候，可能他每个打动到你心里面的每个点都不同这样子。那我就是希望同学们大家可以不用说，例如说跟朋友们一起去看云门的道河，那其实你明明就睡着了，然后出来的时候还说对对对，我刚感觉到他那种舞者的那个肢体那种张力哈，哦，真的哈，哦，就是不用跟着，因为大家就是觉得说去看一个很高级的表演，然后就觉得自己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这样。那我觉得看表演呢，看到最后是问自己最诚实的问自己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好，那我想让同学们看，例如说我们看完待会那个演出的时候，我让同学们写一个短短的那个剧评，就是小评论这样子。对，那大家怎么样写评论呢？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表演艺术评论台，大家可以把这个网站抄起来。好，这个是台湾目前呢比较大的最大的一个表演艺术，所有的评论都会在发表在这里，除了 PTT 之外， PTT 也有抓马版，就是有口碑跟考碑这样子嘛。对，那这个除此之外呢，比较专业的评论就是看这个表演艺术评论台，大家可以抄一下这个网站的名字这样子。那他们也有脸书 Facebook 上面，它也有一个页面，有一个专业。那几乎最近台湾有什么演出呢？你想知道别人怎么看这个演出，只要看这个表演艺术评论台，就会几乎都会看到他们的那个评论，都会有很多很多剧评家去投稿，或者是他们去派了很多剧评人去看那些演出，然后写那些演出的那个一些感想这样子。好像最近的 TIFA 就很多嘛，像那个义贼主角生，我之前去看过的那个已经写出来了，还有这几个都是最近的那个TIFA 的演出。好，所以可是如果你想说先等别人看写出来说好不好看再去看的话，有时候有点太慢，因为有时候他写出来之后已经那个演出已经结束了，就有点来不及这样子。好，那例如说我举这个例子，这个是力大猫许的巴勒摩。那这个作品呢，你要写剧评的时候呢，通常第一段都会稍微来一个小小的对这个剧团的背景或这个作品的背景介绍，例如说这个乌塔塔剧碧兰堡许的乌帕塔剧场呢，在世界各地的巡回，然后他的作品是很有全球性的，然后台湾两厅院也没有缺席，在今年之内18年来，碧兰堡许有6度访台，这个就是有一点介绍这个碧兰堡许这个舞团，他来台湾之后呢，来几次这样子。那这一次呢，演出的是巴勒摩。好，接下来就是看每个剧评家你想要挑什么样的主题来评论，例如说这一篇里面他可能就是讲说这个剧场里面呢，他过去几次欣赏碧兰堡许的作品总是带着什么样的情绪，这个是这个评论者他对碧兰堡许过去的剧场的一些想法。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巴勒摩，在巴勒摩里面呢，碧兰堡许以剧场的所有不可能性挑战观众，在最怕水与火的剧场大量泼水放火，这是一个属于一个导演的设计。那在一个舞台空间上面铺满碎石块，在近似垃圾场里面起舞啊，然后那就是可以看见舞者什么样的身体。那所以他这边评论的是一个舞者，他一个编舞家或一个导演，他是怎么样去安排这样子的一个舞蹈的身体这样子。那最后呢，这个最后这一点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例如说很多人看完巴勒摩就说这个就是台湾，这个台湾也可以通用这样子。那这个作者汪俊念呢，他就不同意，他就说其实如果我们太快就感觉巴勒摩是我们
用这个召唤巴勒摩的所有的普世性来呼应全球化观众，其实容易简化了巴勒摩，这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地方的历史政治，然后也抹去毕亚包许他的政治的介入这样子，所以呢，其实他觉得不应该马上就说，我们看完所有很多很多作品的时候，就马上说，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台湾也可以，也是这样子在感觉的这样子，好，这个是一个角度。好，那另外一篇呢，我举的是这个。好，这个是我的我跟其他几个朋友的剧团呢，我们在前年的演出，然后我们演的那个《何以睡觉》嘛，对，然后上面又看到我自己，对，然后又很不舒服。好，那接下来这个呢，这是一个比较剧场的评论这样子。好，那第一段呢，就是说《何以睡觉》是由一群毕业于英国的那个戏剧系的硕博士校友组成的剧团，所以介绍一下这个剧团。然后呢，剧团宗旨是什么？那这个创团作它命名为《后殖民岛屿第一号》，它清楚的定位剧团在台湾当代历史的坐标之上等等的，这个是从我们的一个剧名来评论的一个点。好。那接下来这边比较深入一点，因为他们比较专业一点，所以他就讨论这个《可以睡觉》这个剧本，它是60年代日本的剧作，那个时候是亚洲的那个冷战时期的时空这样子，所以美国跟日本啊，美国跟整个亚洲那边的冷战时期，那所以呢，所以他就讨论这个剧作的背景。好，接下来他就讨论到台湾游艺行呢，我们是用以50年代台湾为背景。在一个旅馆空间里面呢，可以看到两张用木箱拼成的一个纯白的床单的枕头床榻，满地的旧报纸，这是一个舞台设计的部分，然后透露出军事戒严的一个气氛。然后呢 ，A、B 两组演员在当场的那个导演的指令之下，接受临时的演出的安排，这样子，这是一个导演手法的评论。然后接下来呢，就讨论演员的表演，就是扮演魔女的两个人呢，一个是林子恒反串，一个是杨文琪。炸弹客是张小军跟陈慧云，然后用服务招反串男性，然后呢，整场语言高语言密度的对话结吻，然后他是有讨论说我们用怎么样的方法来呈现，就是用一个非常高密度的那个对话这样子，互相一直对话这样子，然后他觉得这样子的对话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是一个呈现了一个台湾的殖民的统治的一个历史的过去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稍微让大家看一下比较专业的评论是这样子写，那我们待会就要来看，我们就来直接来看那个这个是台南人剧团的戏，叫做行车记录。好，待会这个剧作它是一个美国的剧作家写的一个剧本，那我觉得这个剧本在人物的塑造上非常的好，因为我之前有跟同学们说过，它是一个姨丈跟侄女之间的不伦的爱情嘛，那我们通常就很容易就把姨丈这样的人当作一个恋童癖，然后当作一个坏人来塑造，可是他是这个剧作家，他很成功的地方就是他把所有的那个，他把一些这个一个恋童癖，他是所以成为恋童癖的一个过程，心理过程把它写得非常的好这样子，那待会同学们就可以，哎，等一下。